加时的，进爵一等。秦国自商鞅新法以来，有功者皆一议论公刑场。此次宣令名单所褒奖者，乃一举为咸阳一战受伤痊愈者，可即返回兵营；有伤残不治者， 发起钱粮，秦国强大，一靠新法，二靠耕战，战无不战事，乃痴人说梦。秦国 自强于列国之林所靠的，靠的是诸位一次又一次浴血奋战。诸位，皆是我大秦有功之士，请受寡人一拜。 这是孟宽叫上来的兵符。这个时候交兵权，孟姜军惧怕了。就在朝堂之上，他不答应此事出兵，说什么素乱初定，人心惶惶，想要退地以求和，缓过这口气，再出兵。 再收复失地，听着就心烦，就受了他的兵符。军长，不能再等了。已有探马来报，魏国主将龙骨战成之后，调魏人驻要塞修长城，建造大船，欲渡过大河深入秦境。昨夜晚间，我偷跑出宫，到一家小酒馆，听见有人 也在谈论出兵之事。军长听到些什么？大，那些后生们都说，为了秦国，喝完酒便要投军。寡人听了有底气啊。秦国可以打，民心所向，国之大幸啊！军长，经过如此劫难，秦人还有如此血性，魏国何惧啊？ 战与否，现在不在话下。关键是谁领兵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今老将们聚兵，小将们尚未磨砺，青黄不接啊。军长，臣有一人可见。讲，公孙先生。寡人也想过他。 不敢用。公孙先生一将一帅，且熟悉魏军的阵法布防，实为不二人选。公孙先生统领大军是大才，寡人从未怀疑过。然而此人太过重情重义，那魏军主帅龙骨待其曾有恩，我怕他顾念这些。用人不疑嘛。如若生疑， 君上何必请其入秦啊？秦。
大秦此战非同小可，只能胜，而且要大胜，速战速决。秦国如有兵败，齐国必出兵召韩，控制三晋中原通道，楚国必定出兵染指商于之地。如此，萧韩之前，黄河天堑反手便会成为攻秦坦途，锁秦铁链。云集先养平乱，肃清朝政，然人心惶惶，河西之战若再败，人心必溃。我的大秦呢？这一次真是豪赌，输得满盘皆输，再无翻身的机会。他西守虽负盛名，我恐难以负重啊。此战可以证明啊。我怕的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士，一个从未领军的外人，让他去调度他们，有恐不服。而此种情况一旦出现，必贻误战机。君上，君上若令公孙先生为帅，我和银华愿为副将，辅佐西首，一同作战。你真是我兄弟。走，英吉，知道寡人为什么叫你来？不知。这兵符本想交付于你的。老将军们真是老了，虽功夫征战多年，知道战之利，亦知战之苦。锐气磨石，唯与保守谨慎。秦国现在正如一匹奋蹄狂奔的怒马，不能求稳，亦误时机。你听下，他国便来了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活。将军们老的跑都跑不动了，这怎么得了？明镜，你、银华，你们该登场了。镇长下，镇长下。都预备好了，就这么巧，知道大人来，这条鱼就不能吃，跃上了渔家小舟，一个壮汉都抱不住。见到鱼死，我家厨子都头疼，不知如何做法。乃大河之理，泥腥之气较重，该当以香料炖煮。该取什么河鲜？还是吃的就是鲜呢？炖煮，便当了，劈柴了。但凡荤食，高油烹炸，佐以肉酱，方是正道。大没有道理。那这位先生，你有何高见？不知此鱼来由，便定人家去路。这是哪？鱼若能言，定笑尔等粗莽露夫啊！吃条鱼要知道它的由来。那我是不是要打探一下它的祖望籍贯？公子所言极是啊，此鱼出自禹门。每年季春之时逆流而上，跃出禹门，则有天河烧其尾，化身成龙。此等神鱼，若用俗世之法烹制，我先为其掉泪。到底用何法抛制？用何法抛制啊？先有利器，再吸神鱼。
哎，我你不曾听说呀？来，上刀！这是什么做法？如此大的一门，怎么好意思看？出刀难斩，还挺轻易，不用刀。谢了，请你待见了。先生，请见如何？终于上来，快来看看，好久。哎，谁呀？案主经理。姜汁海盐调成蘸，苦酒不是醋吗？哎，这人吃过，尝过，什么水都吃过，口服了。哎呀，慢，公子，你请。看上去不错呀，咱也吃不着这个。不知道这味道，这就这么吃啊？哎呀，先生如何？先生，公子，说如何呀？味道如何？何酒佐菜，烟蒂烧酒，味薄辛辣，正好君臣。很辣的，还不如配点琴酒呢。若以此月暂期琴酒，先生若不嫌弃，拼桌一醉，那就打扰昭文君了。真是昭文君，果然昭文君是大爷。看见，看见，说不反响。行。咱们也回去喝酒去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行，鱼真是，还真有口福啊。哎呀，来，先生，喝，可曾见过？张仪无缘得见昭文君，是将才一柄宝剑告诉在下，头一回见。先生识此剑，战如明剑。欧冶子所著，世称仁义之剑，曾为阖闾勾践所有，后勾践献于夫差，夫差不仁，此剑不翼而飞。天下战国，道义气势，仁义之剑只好暂存周室。大争之势，人道不是啊，不如出一兵伐乱尽暴。张子奇论，公子不以为然。张仪为公子详解，济世之策如作余生，适才经理施法，有说顿，有说会，顿乃仁政，潜移默化，春风化雨。自己取余生施法，快刀快石，像一兵。妙论。敢问张仪师从何人啊？恩师鬼谷子，让人神往。鬼谷子先生乃传说中之人，不想真有其人，确有其人。张仪蒙恩师不弃，毕生绝学，倾囊受我，鬼话连篇。鬼谷子如果在世，高寿几许呢？先生不过二十多岁，如何蒙其亲授，还毕生绝学？无需辩解，世人皆以名师为荣。不过我观先生已然明示，不必扯他人之己，撞自己的胆。公子谬讲。来。
过有一事不解啊，先生之辩才，上可辅国，下可入幕府，为何到这里来？慕名而来啊！俗商云集之处，有何名可慕？大有名头。这无名居呀，乃巨富以顿之后以卫所开。以顿以皮革珠宝发家，可以卫呢，却另辟蹊径，列国开酒肆，哼，布置豪奢，网罗天下琛肴，名酒名茶，中原美女以及跨外国籍。你倒为何？对你，太小看以卫了。哼，他知道洛阳城每天都有不少朝觐周氏讨要贺座的军头使臣，在此设殿，名为谋利，实为探听消息。哪一国开战，他便组运军资，贩售兵器，其中之利倍实不止啊！哦，难怪啊，他求我为本殿取名，润笔居然百金，天下巨富嘛。那先生呢？先生此来何为啊？欲择明君，须先寻引荐之人呐。如此高士，还须寻引荐之人？酒香也怕巷子深呐。有了引荐之人，还需近身之资，拜门投简，礼金礼盒，打发门子，设宴酬谢。让一身无分文，那就寸步难行，亦可孤身闯宫。我若资助先生，就为将才做的这道鱼生，说实话，我那是瞎说的，就为引人注目。拿鱼生比作乱世，妙玉奇想，举重若轻，细小不羁，细想呢，却有精准犀利。我见过很多名士，如先生这般少见，遇到识货的了。我识君之才，却无用君之地，你还得投明主。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很好。本殿进了几坛琴酒，不妨一尝。不必了，拿绢帛来，我为你提名。好。家鱼居，今日有幸品尝神鱼，正好得名。小的祖上贩牲口发家，虽有薄利，却有后妃。小人开酒肆，就为不再与之瓜葛。你这家鱼居，这又成鱼贩了。你可听说男有家鱼蒸然照照，君子有酒，嘉宾试宴以悦啊。那就是与鱼贩无关，毫无干系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润笔一辈子。请大人笑纳，多谢他。张子，此处喧闹，
你我一步买醉。好啊，就不知张子是喜欢品酒还是拼酒呀？若是喜欢品酒，我有极佳之处，古琴佳酿；若是喜欢拼酒，也有戎狄在此炙烤店。曾闻王城有九州宝鼎，张仪想鼎前问天，以酒壮志。张子，冲这话要是换做别人，脑袋可要掉下来好几回了。无心问鼎，诚心敬拜。这就是天下。天下，天下没这般贫贱。古往今来，问鼎者都已变成过眼云烟，王侯将相通通过。但是张仪二字，千年之后青史永存。那敢问哪国青史愿存张仪呀？青一斤不足，一斤不足，应付路上开支，此金绰绰有余。随身多年，无一人能讲出此剑的来历，就赠识货之人吧。如遇明君，张仪转赠；如若不逢，他日必当奉还。赠你防身，并无则明君转赠之意。乱世昏昏，何来明君啊？国开战，你送粮草，要皮甲刀剑，我也有啊。送你哪国啊？还没想好，两国都与我做生意。到底是天下首富啊！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。哎，张子，何妨一同观战，与国谋利。好啊，走走走走，这样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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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详查敌情，守时勤修堡垒。河西这些长城要塞，就是他主持修建的。老将军很重视河西呀、啊，当年魏王命其东伐齐国，他仍命河西守军，每日必成军报备东前线。如此说来，蒙古不会轻易出兵迎战的。老将军有古风，
推从阵长。秦军刚到，疲惫之时，魏军养精蓄锐，极易开战。我军正好引其入逃。传，众将入帐。诺。拜见将军。传令官听令。诺。速将约战送于魏营。诺。将军，这古人云兵不厌诈，为何约战呢？咱们有话放肆，情侣你都忘了，不可忘言于帅。以军车打头，步兵居中，所有工程器械随后，呈正面进攻之势。将军，魏军若虚主阵，重两侧进兵，秦军危险了。狼入羊群，不必担心。传令，列阵攻击。诺。我赌魏国胜，百金。我赌河西一战三日结束，五车骑牛皮，灭秦卒五万，百金。我赌秦国胜。哟，看来先生是钱太多了，独具一格，赌秦国胜。我问你，秦国凭什么胜？大秦主帅公孙衍善用兵啊，其人用兵如鬼，征战如电，奔袭如火，有西首之称。两员副将，一为嬴稷，又称智囊，其人锦心袖口，智勇双全；一为嬴华，号称大清第一猛士，有万夫莫挡之勇。压这个，下注多少？下注多少？余位压多少？哎呦！以魏出手就是大手笔啊！如果秦魏决出胜负，以魏所获之利，可不止这一代主王啊！说对了，两国都与我做粮草生意，分不出胜负，我就得一人食尽。哎呀，你到底看好哪一国吧？重要吗？在西首为何约战呢？古人云，兵不厌诈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按常理，秦兵远道而来，未作休整，兵力不及我，战力更不值一提，然又即可开战，此乃兵之大忌。传西首运兵如鬼，出击如电，又闻秦军苦练阵战，以一万之兵力绞杀义渠五万，秦军是诱我正面决战，据此我部应主阵空虚，侧翼负重兵，待诱敌深入，两侧合围，尤其断尾。不愧为老夫的学生啊！众将听令，在。分兵两翼，车阵居中，诱秦军歼灭。诺。将军，秦军又攻陷两城，并未停留，直奔魏国纵深杀去。
秦军后军呢？你毕竟我部后阵，兵力约五万步兵，十里外似有铁骑。似有铁骑，十里外人吼马嘶，尘土飞扬。将军，我看我们应分兵聚集。对付秦军，秦军前军就回师与魏军展开正面决战，魏军成了被动迎敌，近身战魏军不到半。还赌什么呀？我的一车犀牛皮哟！我的五车犀牛皮，赌秦军何时退兵，魏军何时重来夺地啊？算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再一会儿啊，再一会儿。将军，请。熬了一天，你不饿？老夫有一事不解，还请赐教。将军，请讲。你在魏国的时候，鼓推偷心，不懈阵战，为何今日却用了最老实的阵地战呢？秦军擅长阵地搏杀，西汉有列国惧怕。再者，重兵长驱直入，拿下雕营城，魏军后援就被切断，阵地主力势必进攻。老将军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分兵伏击，反而是分散了兵力。老夫弄巧成拙了。分兵掩杀，不像反被处处截杀。我再问你，倘若老夫不分兵粮役，与秦军正面交战，战况如何？不知，仗已打完。前后两部佯攻偷袭，聚拢已经溃散的魏军，就像饿狼驱赶离散的羊群，继而食之。你的本意不在退兵取地，而是在屠军呢、啊、我十万人马呀，竟然斩首八万，此一重创啊，魏国数年之内不能恢复元气，再也不能聚秦了。雕阴失去，汾阳不守，河西失地为秦所有，魏国西境门户大开，再无可守之地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老将军不必过于久。
老夫没走眼，公孙先生果然将才，只可惜大王不用。河西要塞乃吴起所建，今日在老夫手中丢掉，无言未果。无言未果。他们所雇，这个是商人乙未，说是要粮草押赴大营，这个是张仪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很是可疑。将军可是西首？让你说话了吗？将军定想问为何雇细作。为何？为赌。何赌？赌战。赌战，数十万将士横尸疆场，有多少孤魂野鬼，你竟敢拿来做赌？那也是将军所为。我问你，你敢不敢赌你这颗人头顷刻间落地？不赌。不敢。不是不敢，是不赌。压下去。已经很有钱了，那更多的钱呢？哎，我不会掉脑袋吧？没准儿，我只答应你更多的钱，可没承诺你肩膀上那颗脑袋。张仪啊，张仪，我真搞不懂你，
百年旧耻，以战尽心。西丑将军，公孙衍将军，将军神武。将军神武。将军请受。禀大良造，谢君上。壮士，他身在虎狼之国，居然敢孤身死谏，你们当中哪个有这个胆识的？西首啊，居然跑到魏人的酒肆去。寡人又说错话了。大王刚才所言大谬。你行行行，